那边地板油油的，你给它拖一拖。兔子那边，兔子那边，哪边？兔子啊，那边油油的，你拖一拖。你都叠房间里面吗？那边那个兔子，那里有没有一只兔子？我找不到。你们找不到兔子哦，兔子在哪里？这里啊，弟弟，这里油油的，你拖一拖。对，因为那边的话，会有妈妈吃东西油油的，你拖一拖吧。对，那里也是妈妈吃东西的地方，油油的，你拖一拖。你很孝顺哦，弟弟，都帮忙擦，帮忙拖。好了，还有油油的地方吗？下面哪里？有油油的。好，油油的地方拖一拖。好，这边可以的吧？电视机前面再拖一次好，电视机前面应该很乱。我觉得我们家好多东西啊，都是妈妈用的。那边拖好了吗？你碰一下而已。没有。有认真拖哈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吧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